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小智说星座。本期呢，我们讲的是处女座女生。处女座女生呢，大多一般给人以沉着冷静的感觉，她们在外人面前，表面上看起来波澜不惊，但内心呢，她们是非常害羞的、保守的，凡事都有保留。请进。处女座的女生呢，无论是对自己对别人都有近乎苛刻的要求，喜欢不断的挑剔。哎，小明同学，你说你住上了这么多年了，你说你这么多毛病，你看看这逗号跟句号能一样？你看这个点儿，你看看来，过来看一下，这个点儿不能点这么大，你知道吗？稍微小一点点，知道吧？还有这个，你看看这一个，这个这么大，这个字又这么小，这大小不一样，对吧？哎呀，你看看，还有这明显都写的大小字都不一样啊，这标点符号这么多的问题，拿回去改一下，改不好别来见老师啊，出去，还不走，去。如何与处女座女生相处呢？处女座的女生呀，是一个特别喜欢挑剔的星座。与处女座女生相处时啊，要给她们带去诚实可靠那种感觉。与处女座女生相处的人呀，一定是特别好的脾气，非常耐心、优秀的人才呀。所以，应该是这样的。是老师，是。老师，您喝水，老师。您喝水。啊，对。是。啊，这个标点是吧？放心吧，老师，我以后一定改正。放心吧，老师。您喝水，老师。啊，好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本期的小智说星座到此为止，欢迎大家收看下一期更精彩哦。